就说一下就好了。啊，今天我是第一次来釜山的，可是导演跟洪小希不是第一次，他们就是老手了。今天往红毯走了之后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热情，这是第一次那个有放那个烟火嘛，觉得非常棒，因为很多电影节都不会办到那么大，所以觉得真的很好的经验。今天晚上汤唯怎么样？就是汤唯的表现。他主持的非常好了，又会讲一点英文啊，然后讲中文啊，我相信有达到效果了。能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着装吗？漂亮。谢谢。对，他的其实我们今天都比较正式嘛，就是很搭配黑跟灰啊，就是大家都穿西装，然后穿礼服，非常漂亮嘛。我们的洪小希女主角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导演，您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蛮好的，我觉得釜山电影节越办越漂亮。